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谢。要说国产诈骗，老谢还吐槽过不少，但是能炸出新意的属实不多。这两天我打开了一部奇葩烂片，刚看到五分钟，我当场陷入昏迷。所以呢，没错，今天老谢给大家带的就是升级国产烂片《大裤裆之天地密码》。话说我们男主憨哥是一个崇尚科学的教授，他呢带着女儿路过某地，被邀请去帮忙鉴别大宝剑。谁知道来了之后，他突然对装着宝剑的盒子啊产生了兴趣，打开看，你说巧不巧，里面竟藏着五张藏宝图，上面还说什么集齐啊七件宝贝可以统治世界（括号卖人义务），详情请拨打秦始皇热线。憨哥一看，当时就信了，于是呢为了方便获取宝贝，就花巨资举办了天下第一武道大会。那么很多人就要问了，那不是晚上偷偷来偷东西吗？为什么要举办武道大会呢？那实不相瞒，我仔细啊看了一下，如果删掉苏然威的武道大会，这部电影顶多就25分钟。结果在武道逛街的时候，韩哥突然发现我们的机灵姐手上居然拿着同款藏宝图，韩哥一看，当时就愣住了，大家都有藏宝图，这意味着宝贝很抢手啊。于是呢，晚上回到住处，就开始加班研究藏宝图。真的，要不怎么说你能当教授呢？你怕不是憨批人类研究所特聘的吧？最傻的是呢，两人一寻思，万一其他人也有藏宝图呢？所以啊，居然决定联手夺宝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物质商的片段了，说其中一个宝物神丹，据说可以包治百病，价值连城。于是呢，憨哥着藏宝图来到一个日均人流量上万的大店里，随便来到一个石像后面，随便掀开一个布，然后随手这么一抠，哎，这么仙丹就这样到手了。而机灵姐这边呢，就更扯了。后来寻找其他神奇之类的神书道德经，结果在垃圾堆里面随手一把，哎，神奇又到手了。两人觉得我们怕不是寻宝小天才吧。这时候之前那个藏宝图的主人拿治疗了过来，于是呢机灵姐逃了。看着这绿线仙侠的特效，我一时间笑出了猪叫。不过这不重要，两人一起逃到了一个道观里，发现啊，根据藏宝图，这里也有一个神器，但是怎么也找不到。于是呢，憨哥很生气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么巧，宝贝就在这里。哎，与此同时呢，机灵姐正跟道长大战，道长发现神器啊居然被抢，于是呢非常生气，大吼一声，让你看看武当绝学。面对大批人马的追杀，憨哥与机灵姐当然是选择联手打爆对方，于是他们使出了令人闻风丧胆的至高组合绝学交击舞。真的，我他妈都服了。就这样，两人打败了对手，现在要去寻找最重要的千年真心何首乌。作为一个科学家，憨哥觉得想要找这个传说级的东西，怕只有一个方法了。对，你没有看错，他选择对着北斗七星许愿。最骚的是，他许愿之后，地上突然冒出了俩棍状物，仔细一看，就是曾经的何首乌。啊天哪，编剧你太会扯了，说好的科学家呢？但如果你以为这已经很扯了，那你就错了。面对俩曾经的千年何首乌，憨哥飞身一扑，哎，就抓到了。真的，抓个机灵都好歹跑两步吧，千年曾经何首乌你就一个飞扑，我服了，我彻底服了。就在两人还没寻宝的时候，憨哥的女儿呢也在搞事情，她呢一不小心掉下百丈悬崖，恰掉了配角唱歌的床上。两人虽然今天差了两轮，但是呢在导演的安排下，居然搞起了黄昏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产科瘫痪了50多年的老母亲啊突然病重，于是呢他背着母亲啊找到了掌门，掌门那就给扎了一针。哎，这一针可不得了，他俩不仅啊立刻不瘫痪了，甚至还能去比武，真你妈就离谱。在搞黄昏恋的时候得知憨哥的女儿呢得了怪病，憨哥之所以啊想集齐其他神器召唤神龙，目的就是啊为了治疗这个怪病。产科一听啊立刻心软，虽然他被传授了一套憨批碎功，并且要代表武当比赛，但是啊面对这个对手他不忍心呐，于是让他们决定尬死观众。干到一半的时候，憨哥的女儿病发晕倒，憨哥一听啊赶紧跑了回来，看到即将归来的女儿，憨哥表示我一定要找到其他神器救你。机灵姐一听，哎，那个你之前偷的神丹不是号称包治百病吗？憨哥一听，啊好像是这个道理啊，编剧 NMSL。 就在他准备喂药的时候，一个憨批道长突然冒了出来，抢走了所有的宝贝，还说什么哈哈，这些都是我的阴谋，你们难道没发现找到宝贝太简单了吗？两人一听，哇靠，原来是这样，简直毫无破绽。这时候才知道其他神器汇集的结果就可以让人那立刻飞升成仙。靠，要飞升成仙，
所以现在题材又变成仙侠题材了，是吧？关键时刻，三哥练起了睡功，就被掌门啊抓起来当工具，丢了进去，把仙丹抓了回来。哎，我服了呀！然而最终呢，道长还是成仙了。面对这么一个强敌，憨哥一发狠，拿起一根木剑，对人家肚脐眼就戳，就把仙丹给戳了回来，还把成仙的道长给打死了。我尼玛！哎，好吧。就要这样，憨哥的女儿终于被救活。而金灵姐呢，因为之前中枪，结果身受重伤，临死前她交代了很多遗言。憨哥一看，表示很伤心。结果还没来得及哭，哎，太阳升起来了，那个千年何首乌发功了，竟然救活了金灵姐。就这样，三个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哎，没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看到这里，我只想问，我们的惨哥去哪了？他之前被当工具人，然后被打成重伤昏迷，现在还在外躺着呢吧？这下大家知道为什么他要惨哥了吧？总之呢，看完这部电影，我心中简直就是惊涛骇浪。看了这么多年电影，这么没逻辑且满屏鬼扯的，这部《大武当之天地密码》居然能排上前三名，离奇，太离奇了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就这样，当然喜欢不要忘点关注。我是金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